朋友们，现在是早上4:45，咱们出发去海南 ，Let's go！ 今天早上在唐酒先买了点早点，看这个猫可爱不？轿子车到了 ，Let's go！ OK， 到达收费站了。坐早班机的人还真不少，还不到6点，这个机场人已经满了。OK， 取到机票了。我们看好多大飞机，机场里边的茶话弄，这机场这个茶话弄还是挺平价的。可惜这家茶话弄呢，到8点才开门，8点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盘旋在这个秦岭上空了。坐南航的飞机，朋友们出发。完了，这个川航的飞机想插队。起飞，喝杯这个苹果汁，朋友们干杯。这个应该是小时。一个煎包，一个面包，一个蓝莓汁。朋友们开炫，我先炫这个面包，哇，挺香的。朋友们炫这个煎包，土豆、胡萝卜、鸡肉的，哇，它这个热了之后还挺香的。刚才是在重庆的上空喝的苹果汁，现在贵阳的上空吃的煎包，北海的上空喝这个蓝莓汁。非常漂亮的云海、大海、南海观音在云后边来，祝大家万事顺遂。OK， 朋友们安全抵达，简直是小孩子的乐园啊！刚一下飞机看到这个好多鱼。OK， 提前订了个车来接我们 ，Let's go。海南是没有收费站的，然后这个高速是全免费的，沿途的风景非常不错啊，特别漂亮。OK， 进小区了。OK， 到家了。海南最近太热了，刚把东西一放，换了个衣服，下来去这个餐厅吃个饭 ，Let's go。这个餐厅炫点饭，带鱼和鱼汤。朋友们开炫开炫，干杯！天气太热了，滋滋冒汗。哎呀，这个季节三亚让我感受到了7、8月份西安的这个温度。炫一个这个带鱼，哇，挺香的这带鱼，非常不错。刚进来的时候，他有做好的那个炸带鱼，然后点了一份这个带鱼，特别香。茄子堡看着也非常香，炫一个。茄子堡非常香，我们炫这个茄子堡，刚做的，热气腾腾的，特别香。哇，特别入味啊，吃的特别香，特别下饭。来喝点这个鱼汤，啊，鱼汤特别鲜，真好喝。滋滋冒油的炒米粉。OK， 朋友们继续炫这个米粉，这个米粉里边有葱丝，然后火腿肠，还有肉丝，再加这个米粉，炫一口。哇，也非常香，滋滋冒油。这个带鱼呢，小时候经常吃，但是后来呢，吃的就比较少了。今天继续炫这个带鱼，吃的太香了。一会儿把这个带鱼吃完呢，然后去海边逛一圈，滋滋滋滋下个海。看椰子树啊，上面长的椰子。小区里面风景多好，小区就是跟这个海连着的。现在在这儿弄一个海边烧烤，太漂亮了。只不过今天天气不太行，大海。朋友们在这个大海边吹着海风，实在太舒服了，太惬意了。刚好吃完饭。最近呢一段时间应该都会在海南，朋友们有知道海南美食的可以在评论区推荐一下，然后最近给大家去炫一下。 OK， 大家看得开心，明天见。